我昨天发这个小黑吐舌头，然后底下网友就评论说我给小黑换皮肤了，说跟头像不符。是的，这原来这皮肤给你们看看，这皮肤绝版了，这是最好看的一个皮肤，没办法，现在买不着了。你们要谁有这绝版皮肤，赶紧告诉我啊。